如何报名2023学期 CS 补习中心补习班？家长篇。2022年12月31日前报名2023新学期补习班，即可享有30令吉回扣哦。一、前往 CS Tuition Parent WebApp 网址。二、使用与手机 App 一样的 Username 与 Password 登录户口。三、点击 Register Plus。四、选择孩子的资料，选择相关的资料以及要报名的科目。有两种领取补习笔记的方式：一、self pick up 上门自取笔记，选择我们其中一个分行，每个月尾需到此分行领取笔记；二、courier 邮寄，需给另外10令吉邮费；五、选择付款方式。付款成功后，就报名成功了。